玉郎大会堂，玉郎大会堂，这个像船样的建筑，就是最早的时候，这个新加坡工业区发展的时候，所谓的玉郎大会堂。新加坡工业区呢，就从这儿开始，这个走路不太好啊。然后他们新的这个 JTC 呢，现在总部就是这个楼，这个就高楼，所以说到对面了，看以前的 JTC， 现在的 JTC。这边啊，那边往那边走啊，再过去。哎，这个生意好像还蛮不错的，最近是吧？啊，哇，这个有间厨房的桌子都摆到这儿了，天哪！半边月亮闪耀，天哪！